講你一開就風火箭居旋轉好快，要快嘅嘛，咪見到經典知識旋轉好。十二號三號箱最低。位置 Kelly 二搭七派七十八蚊，二搭十二派四十四個半。少爺仔遊咗命，幸運遊你都有少少，真係好感激。即係嘗試掹到上去吧，先四千六嘅關係啦。收完咗。一直暫時都未搞得翻住，兩成金。你又買咗個外檔，你又啱啱一斤，咁但係亦都需要留意翻，其實嗰只馬上一次追嘅時候，係入邊有某部分嘅馬人塞車，咁就算未跑到佢上一場賽事之前。咁佢咪繼續跑啲千四啊！但係其實當時佢已經係失望，出去千二速咧後邊掟出去外邊，都入邊嗰啲馬分車。你要咩噶？要翻啊！你支持下佢啊！180蚊一斤。因為你都侵入咗一啲其他馬。但呢度兩條骨。你睇過佢點嘅？翻成一條馬後邊。但呢度203蚊。佢只不過係一隻機會。都有馬贏啊！今日就攞咗三邊，黃拉就一邊，陳泰安就兩邊。幾多邊都唔緊要啦，有個打比喺度㗎。啊，咁啊係啊！一場打比嘅獎金都頂二百三啦，跟住剩翻嗰兩場，半隻先我。到有時真係你話真係響一個低潮嘅時候，半隻鴨半隻雞。跟住再入就係。你要油雞、雞雞啊，嗰只啊，好啊，油雞，半隻油雞，我等十幾毫雞，希望佢都係喺呢個比賽嗰度啊，又學得翻啲啦。好啦，風火箭居，我入就係新世界，人和家興，好啦，都一條腩骨係咪啊？半隻燒。155蚊你總數，半隻雞半隻鴨啊！會唔會又有變身之外變冚㗎？好啦，寶城之星，好好學習。好啦，藍生，幸運有你，半隻鴨，減咗啦，減咗，就係呢只色點嘢仔。呢條龜110蚊，我見佢好快，好好學習咧，亦都係炒賣㗎。前面快嘅馬，咁啊見到經典之星唔算好快，就嗱嗱聲走上去。外邊紅衫人和家興，出邊藍衫仲位咧粉紅面箍就係勝不叫啊！內欄第五仲係跳出世界中間者，出邊寶慶之星，外邊粉紅眼罩咧就係呢只六在李心物。咁啊知道在邊？上嚟有跳出世界有勢喎，外邊上咗啲，仲有兵咧就火箭區，真係好翻嚟啦！偷出嘅馬埋邊人和家興撞喺中間咧，難運有你嘅時候，外邊上嚟係火箭區。第二名文，第三名都好似他嘅喎，半隻切雞係咪？第四名咧就係連我哋要影啦，咁啊分別有人和家興啦，同埋嗰只295蚊總數。嚟到尾場再次，我女拉，仲有半隻燒鵝。我知佢會贏到永信啊！第二名在李生，第三半隻燒鵝啊，第四咧就係人和家興。冇啦，依家賣曬。出世界二贏啦！好啦，結果今日嘅賽事，麥雷拉有三 win， 潘代亦都三 win， 福火箭區成個名股，選在你心跑個第二，係啊，第三，呢度夾埋咧就295加半隻我，485，85蚊你嗰度，面濕啊真係，後邊，俾出大外檔，街出嚟，好做，跟住啦，跟住啦，記住外檔，快出嚟啦，快。暫定名字啦，二號、七號、十二號嘅第四名仲影緊相，睇重播先啦。
佢喺度再準備，講你一開就風火箭，佢唔算好快，好好學習咧，亦都係炒賣噶。前面快嘅馬，咁啊見到經典知識唔算好快，就喳喳聲走上去。外邊紅衫人黃家興，出面藍衫仲有幸運有你啊！第四位咧粉紅面箍就係勝不要啊！愛蘭第五仲有跳出世界中間黃衫紅帽，第六位咧仲有星耀王者，出面寶城知識，外邊粉紅眼罩咧就係呢只聯在理心啊！咁啊自動再勝都唔夠快啊，響內欄位置較後啦。幸運有你啊，藍衫啦，粉紅面箍係勝不要啊！埋邊啦？一邊啊嘛！咁聯在理心又得啦，又係跑咗100分咯。今次都係跑到好少隻，今次都係。好似都驚頂咗外碟，跟住試下試下都三碟有遮擋先。佢都係出得快㗎，不過同上次一樣啊，都係即拖翻住。咩嚟啊？佢落雨都落好多飛啊，就聯在理心。啲粉啊，啲浪浪1000嗰啲，但係11嗰啲好似發麻麻地。佢一早望空咗啊！三揀一預計派彩啦，正在 A 一格嘅熱門嘅派19蚊，前面都追得都算不錯啊！哎呀，咁就都係落少少啊，千二啊短啲，你都肯拍上嚟，你都係優先啦。如果十足狀態，相信會再有更多內斷。唔係燒鴨喎，燒鴨喎，四重獎預到派彩2號、7號、12號、10號上最大90,616蚊。嚟攞咗邊個過嚟？跟住黃家興，頂咗個第四啊！啱啱，不追佢嗰只都係跳出世界嘅，嗰只都係裏面隻都唔多。嘅 A 欄啊，放啊，好多都有啲三三四咁啊，浪埋 Q 添。但你係贏嘅，好多都係飛出嚟外碟後追嘅，好快啊！呢度已經決定即係出嚟二碟先，佢跟住知道再勝嘅喎，知道再勝就搏空啦。呢度開始帶出，有位三百八六啫，就真係成日都帶出嚟㗎啦。好啦，美財嘅福光業都派彩作品啦。位置 Q 啦，二搭七派78蚊，二搭12派44.5，七搭七派。